近期，汽车圈相比于年初可谓是热闹非凡，无论是国产还是合资，众多的新车扎堆亮相上市，颇有些让人眼花缭乱。而在众多的新车当中，有一款国产 SUV 特别的值得关注，它就是长安最新的高端优内 T 引力。目前它也正式开启了预售，价格 11.59 到 13.59 万元。说实话，如果按照引力的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等来看，这个价格绝对有非常高的性价比，毕竟它正式开售，价格肯定还会有所降低。此前不少媒体都预测它的顶配价格可能会在15万上下，这也足以说明大家对于这台车的高评价。作为长安对高端的又一次尝试，引力可以说体现出了超强的质感，新的无边界设计，犀利的 LED 日行灯，让整车的前脸比雷克萨斯也丝毫不逊色。无论是侧面还是尾部，动感的造型都会让这台车成为路上的焦点。可以说引力已经是国产这个级别 SUV 里的颜值巅峰。虽然该车的长度只有 4.5 米多，但超过 2.7 米的轴距空间表现也不差。车内风格虽然走的是简洁路线，但环抱式的座舱以及整车的科技配置同样能够让你感受到很强的豪华和科技感。再加上长安最新的蓝鲸 NE 1.5T 发动机爆发出的300牛米的扭矩，即使变速箱是7DCT，11万出头的价格还是很划算的。